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:22，我们刚刚吃完三明治，喝牛奶了。昨天晚上爸爸几乎都没怎么睡，失眠了。但是躺在床上有强迫自己把眼睛闭着休息，可是全身的意识是很清楚的。你也不知道我在下面干嘛。我会听到你有没有翻身啊，然后你的呼吸的声音我都听得很清楚啊。大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晚上会失眠。好了，我去洗盘子跟杯子，你慢慢喝，喝完还要刷牙洗脸，知道吗？加油，爸爸爱你。这里，手放上去，去刷牙洗脸，去吧。Thank you.
出了门就不用关。你刷牙这边好了吗？你刷牙洗脸好了吗？好了。现在几分？二十七。好，我看我去拿外套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，在这么多照片里面。哪一张？你知道是哪一张吗？你还没有穿鞋的话，你可以过来看啊。哪一张？这一张啊。我之前跟你讲过啊，你记不记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很多年以后再回来看啊，像现在已经隔了，这时候可能是你一岁多的时候，还是两岁多？两岁多还是三岁多，我也忘了，反正很久以前，好几年前了。那个时候你是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，你是在说，爸爸都不让我擦，不让你擦什么忘记了，不让你擦落地窗，好像我在拿落地窗，不晓得在干嘛，要拿布要擦落地窗大扫除，然后你要抢，很可爱吧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可爱吧，然后就。可能因为前几天我不是有拍说你嘴巴破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看到有人会讲说，欸，嘴巴都破掉了还拍，怎么这样？就是在又在骂我，或是在讲我。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生长的背景环境不一样吧，不用反应这么大。有些事情就是你很多年之后再回来看，这一张照片反而是最珍贵的，对不对？这张是我比较喜欢这一张。这张好小，这张才是一岁多吧？哦，还是 不到一岁，还是一个月，十几个月，是一个月嘛？这张，哦，好了。这个看得出来一定是四五岁的吧？对，这个都已经搬来这里了。嗯，这个还在基隆的时候拍的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其他都还在基隆。对啊，这个也是还在基隆的。就是生活中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情绪啦，去那个这边有很多，这个啊，这边也是啊，这张这边就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张了。我常常跟你说，一定是那个推厨师机。对啊，这张应该是不到一岁。然后你看爸爸推厨师机，爸爸不让我推。对，你看我在推厨师机，你就要跑去推。我哎，欸，其实不是不让你推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推不动，不是吗？哇哦哇哦哇哦，对，嗯，很可爱啊，就是这样啊。那如果大家看着，可能就是观念不一样的人看到我那个照片，可能会说，欸，孩子都哭了，还在帮他拍照。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些都是多年以后回来看啊，都是会大家就是我们自己，统统自己。然后甚至以后彤彤的小孩，彤彤的老婆看到之后都会会心一笑，可能彤彤30岁、40岁、50岁的时候，他会来看爸爸妈妈当年帮他拍的这些小时候的照片。好了，我送彤彤上学。什么是会心一笑？会心一笑就是看到就忍不住就笑，你没有多不需要多想，你就忍不住就自己嘴角自己就变成微笑的样子，叫做会心一笑。好了吗？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大家拜拜，彤彤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种一棵树，好。